住！青兰境地不容踏入，妖主，受死吧！啊！你们是谁啊？敢在青鸾峰说这么狂的话？你若是妖，这两个人看上去像是修仙弟子。你若是人，马上滚开！我爹说过，在青鸾峰人妖平等，你才该受死。你爹是云天青。你认识我爹？交出望舒剑，饶你命。望舒剑？望舒剑？我才没有什么望舒剑，不过我可以让你们尝尝我弓箭的厉害。在这山里